快攻。这边的快攻也是越打越顺手了。新凯的得分，现在内攻还是劈腿，想要用这个脚来救球。好，修正一下，要球的。好，内攻的机会。后加的机会，施宇翔，哇！结果施宇翔打破圈，内攻，非常的振奋。这个替补席啊，这个完全攻上的机会球。来看看这一波，漂亮的拦网，好打在拦网者的手上。球，我看到十八号，哇，掉到没有人拦网，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往这个快攻手的左手边去哦，最后呢才切到右边的位置。对，好，修正。哇！拦得漂亮，打到墙壁。对，而且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办法补位的球，是落在网边呢，相当的扎实。23-2，球员的发球，雨婷，哇！又是一个拦网成功。对。接下来丰原高商就出现了局点，是大家想说玉婷要出手了，应该是有机会哦，能够取得一分的。对，玉婷其实是今天好过往击坠，有了，内中的应援团非常的开心啊。对，在最后一分的接起后排，后排，哇！这一球压线，哇！内中的队长在最后的关键挺身而出啊！在第三局高潮迭起啊！对，剧本要怎么写，真的不知道。怎么不早一点这样？